送人治疗。治疗，一个月也去了。送了青岛附属医院，北京吧，但没去吧，有个片子，就上就说这有个片子去，上天坛医院，上反正有医院都看了，说是就是就放弃了呗。今年就是说百分之九十的希望大家治。那个，但是要个孩子也不容易，这孩子生下来呢，就年轻，确实有，看着是健康，他也没查出什么毛病来。哎呦，也不淘气，一抖就消，一抖就消，实在也不想着放弃他，尽量的想着，即使说是买房子能治，是买房子也是给他治。去看了好几个医院就放弃，还是。不舍得放弃，哎呀，就是想着给他治，反正那就是叫这尤其多国的或是类似家国的，能看看这个孩子能给治不治，尽量的治好点。想着那女体专家，因为他这个小孩太小了，就像说用不着似的，看电视看的有小孩能捐献，就和全家人商量商量吧。这捐下去就反正你说要是说是太没个了以后始终就是想了，就是心里放不下这个孩子，我在心里吧有个想说有个念头，起码不那么难受，也救了别人吧，反正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尽量联系吧，那些他要是就是说治不了吧，就尽量的就是联系那些有困难的这孩子。谢谢。